VPN， 哎，叫你们早买不早买，现在 VPN 已经洗干搞啊，没有爽爽的17折优惠了。有传闻说今年会出更强的，韩服有更强的、啊，武功不是最顶的吗？没事啊，更强的你也不一定拿到，不好说啊，他说不定就放在那个金苹果里面了、啊，路边给你捡是？他如果在金苹果里面，我们就拿得到啊。我苹果大师哎、欸，哪那么好拿？啊，你不是说只缺那些更想变强的盘子而已啊？你不是说可以抽到什么250的装吗？在哪里？我没有啊，那个他还没出、啊。你说他准备要削一笔啊、哦？他可能要削一笔，不确定。哎、欸，他叫你放个眼的、欸，我动不了。我在开外霸瓜，霸瓜大家应该都收到了吧？去年暑假抽的水球，我暑假水球最后抽到什么？我记得有抽到一个好料的，一对葫芦吧。霸瓜，海苔收到了。他应该跟霸瓜一起出货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怎么是强攻？我刚明明就换了。好啊，刚点的天赋直接消失了。强攻也很强。哎、欸。我那快把我卖了，收了啊！刚刚就捅不完了。不是说我们刚开始兵应该是领先操作。刚刚那一下我 A 不死那个兵了。不知道，乖乖。小意外。但这爬爬人基本上就是一个死。现金道具都快过期了，你以为橘子真的把那些老玩家当盘子？怎么可能一直出？你确定能把到火？300等的区域还久嘞。橘子都是最重视玩家感受的，不同意的举手。没有，没有。你有一双摄人心魄的眼睛。橘子付我多少钱？橘子还没付我钱呢。丁丁，橘子付你多少钱？你怎么一直玩？啊？好玩不花钱？你也是好玩不花钱吗？上喽！就捅他！哎，上没捅到？快逃啊！我没让你被晕到。太马仔了，哎呦，哪有那么短，竟然没捅到、啊，感觉够了，还开外挂，无敌又来了，三打三会赢吧？这么多兵，哎，怎么输啊？别让他变爬爬嘞，先杀无敌了吧，爬爬人，爬爬人，爬爬人。爬爬人 out， 再来，魔超少的，顶，
他有一颗想救的心哎、欸，维克特下来怎么救啊？除了火药以外，什么也没有。OK， 溜了。这么多兵也敢，没有在怕的。没问题。爬爬人竟然不断我，重磅消息的台 V 到底是谁啊？您出来啊 ，Miku 是不是？台 V 呢？台 V 信任 Miku 啊 ，Miku 就台 V 哦。我不知道，八卦就吧。我可以回去啊，他可不可以放过我？所以你身为一个台 V， 你平常都不用看一下你的竞争对手。我只知道你要不要跳，你快跳，我跳一起。我不会死啊。没有故事。其他的台币都不是卡就对了。漂亮，弹到 AD 了，随便打。OK， 随便打。直接 Q 斩，把他干掉。他是有那个的。好了，没事，开玩笑。不过你怎么不等他吃？哎、欸，你那一下还有额外伤害啊？打。我有虚弱啊，我有虚弱啊。好啊好啊。他解掉你了之后，我会给他加虚弱。你确定能把到我吗？他很怂啊，他怂到不行哦，他跳你哎、欸，哼，好、啊，当我们吃素的是不是啊？哈哈，好、啊，不是你也太远了吧？用我们下眼看到他的、欸。他跳过来，直接把咚咚咚咚咚咚，我根本动不了。你怎么会直接吃到那个大便？那个光啊！你以为我这是可以用走路走掉他的大便哦？你有高跟鞋？高跟鞋啊，你对？射人心魄的眼睛，我非常喜欢。没有位移，那个就是闪不掉。是吗？我并不是那么……我快有大了。但他就是一个西特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他请求协助，哎，我先吃一层塔皮。阿丁这只人马，人马还不错啊。哎、欸，你再不帮吃，他要发飙了。哎、欸，他真的要发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招式，他没有重击啊。啊，没有重击。还有对面来送。早说，我也想偷跑一下中的。人家捅一下多少伤害啊？会破盾吗？会。破盾就是你的被动、啊。不是，是 Q 的、效果。我现在护盾也很少，就是。感觉真不错呀。我主要是这骑手技能。直接来个大跳前，看一下强攻，强攻什么好看的？强攻前面打架就超强哦，强攻那个真伤超强，9%，他是中伤9%哦。很鬼的哦。
你等下要跳你，我还没有 dodge。我有闪，你就踩那个 AD 就好了。反正他转完我就会。他这样跳。啊！哇，被端掉了。OK， 你没有跳 AD， 我也复活了。啊！你不要端起来啦，不要直接刺到那个一。因为我想说，这么好的位置，你好像跳一下。我没想到会死。为什么人马踩上去，上米拉也动不了？我等等，不急。哇，他可以 Q， 他可以进化只有 Q。你在还你？对啊，你刚刚不是跳踩他的吗？你不是跳起？他被端掉，会被弹掉。这两个在动手是不是啊？我要让他死的痛苦一点。真的爽。是晚点杀、哦，错开他们复活时间，拆塔。布迪尔也死了。我总是新手。这一套不知道是谁的天赋哦，那个魔超少的，我又没魔了。没问题。哦哦耶耶耶耶耶！神装已成。哎呦，下塔怎么就快断了？来哦，来哦，他们欠杀。本来补一手暴风大剑，后面那个，还有哪个我都要扁。这边。你变了，他不想来的，那他为什么要来？是你带他来的？是啊，扁了，扁了，那扁了。水滴好运有料吗？有点贵，要400块。正在加速。哦哦，被他治一下。那两个是蛮欠杀的，但我们大家都没大，伊芙琳的大圈子。要抓爬爬人呢、欸。啊！他又抓到 AD 了 ，AD 没盾了 ，AD 没盾了。你 AD 没盾，阿爸你开大，来来来、啊、来、啊，跳过来了。那边我可以大到哦，要不要吸？我快吸不出来。可以啦，你要相信自己啊。AD 没进化。我还没 CC 好久，我以为你在扣欸。没有没有，我真的很想按，但按不出来。你这个加速的距离有多远？很远，可以帮队友放很远，3000距离。不买鞋吗？不用啊，这个装备会加速哦，木刃会加速哦。哎呦，我后面高跟鞋点高也会变快。一个装备5.1速。爬爬人来咯，大招40。
欸，如果你在空中戳到爬爬人会怎么样？不会这样，他跳他的。至少他落地，他就不能拉远拉近。这样做的感觉真是丰盈。路有变是不是哭啊？感觉对面都有病。有大了，有大了，准备开闪，不知道鳄鱼有没有病毒。打的好像还有被动，我感觉他有没有被动，他就能跳进来了。这、啊、D 怎么又滑进来了？啊啊嘞！摸摸，我摸摸啊，我摸摸啊！哎呦，我想说有没有留 R 的魔力？这么帅冲进去，我 AQA 应该就把他带走了。小意外，出了点小小的意外。但对面没闪，哎，吃冰了，乱讲，上一波打完就没了。啊！我从上一波到现在就还没回过家。哎，一波赢，出色了！可以，对面 AD 也出色。我等你来出个叠刀好了啦。出水滴哦，也不用啦，等我装备都出完了再说啦。没问题。哎，爬爬人又来送了啦。我实在是很不想杀这个爬爬人啊，但他要这样跳出来。不好躲了。来，我有大，但我不会大他。啊，我再虚弱给他好了。他蛮软的，他是 AP 的。这样做的感觉真好。完蛋，真空，我来收割。嘿，他叫一个铜伞。你确定能打到我吗？召唤师，啊，不给我人头，给伊芙琳，感觉他更能好。爬爬人要跳过来喽！正在加速。别担心，我会出手。就很配上我追。你有一双射人心魄的眼睛，我非常喜欢。也啾啾吐吐。哎呦，又出来送！哎呦，又出来送了。加送一个 AD 啦。还中无敌了。这波直接溢满嘞！别太自满，这也送太多了啦，这有点送太多了，受不了。哎，他要追死我，快走！旅游还断了，再吃一波。
这个家伙有木刃，有嗜血者，那他刚出装很怪。我们还不回家吗？毁了，这不就毁了？你竟然断到嘞？那能断到？靠塞！是的。 饼干魔力量，小小的痛苦。预示者要 rap battle。哎，可怜，第一要被秒了。我靠！来 rap battle。做不到。 反到了，这样做的感觉真不错呀！抓到了！哎，哇！刚刚什么？无法控制？啊！无敌了，还有无法控制啊！ 爬爬人不想玩了，他选爬爬人，我作为一个 AD 也通常不会很想玩，感觉就是超级弱化版的 Rare。OK， 他还是把这波兵吃掉了。 他吃不到这波兵的。哎呦，好多尸体！刚刚至少也打了他五六百嘛，不错了。 大战无敌了。 哎，现在是无敌尔加上这个，哎呦，开心！哎哎哎！AD 咋不值钱呢？ 都十几次了，还值钱，被我们杀烂了，大顺风了，巨大顺风了，属于是。来了，伊芙琳乱杀局，别太自满，他一套打这样。 对面储备这个维克特打五个，维克特闪过来，发现哎点不到我，没问题。
go。哎，打这个郊区好像那没什么营养哎。那我等下去休息。你也假啪啪好了。那小弟弟我好像也是。感觉真不错呀。可以准备来去休息吗？阿六，晚一点了，阿半顿排下 JP 好了。你确定能把到我吗？来了，我要扁他了。一直有个 buff 跳到我身上是什么东西啊？放心啦，我会救你啊！结束了。你怎么没帮我断他？我有在帮你断他。啊，今天确实有点累啊，有点太早起了。而且刚刚洗风骨洗得很累啊。阿宝，看玩一下那个好了。啊，你是玩电刀那一套啊？对啊，还是不要？我可以不要啊。我看一下 ，AP， 有你，会不会太多？有点多。我是 AD 的啊，不过对面应该也没有防御吧？就李欣可能会出大心魔剑吧。啊，那我不出别的。紫薇头锤的本田可以到哪个排位？紫薇头锤啊，这头锤看你锤的好不好啊？每个角色就那么几招，看你用的好不好。low 就四招，大家就够用很久了。那在我们家哎。全军出击。感觉我们这套是神隐刺客啊。那一套 AP 凯莎是怎么出的？电刀，纳什之眼。电刀鬼手啊。啊，对啊，纳什。人家要加 DC。定义现场教学也可以，我有啊。等等到，要打吗？不对，你上路。我在上路，100块不买洪水细节啊！你等等看我回家1100啊，双向之力啊！我只能说这把不是很妙啊。你们那边不是很妙啊？对啊。不满水被冒开打到050，超级可怜。啊，我是不是把他头敲爆了啊？感觉这个蜘蛛在坑欸，干嘛打啊？哎，点错天赋啦，不是啊，点错技能啦，谁破开关键？一等连环术怎么玩？感觉是胜败。感觉有人在改。胜败的多吗？没事没事，我会吃冰。我们也是一点点啦、啊，一点点。你们那边小叔啊？凯莎打那个真的难打哎、欸。对啊，不是啊，我们一等那个艾克特不知道怎么骗我们就抢，但没抢到，打猎。还好对面辅助是一个速攻哎、欸，速攻很猛哎、欸。助攻打辅助位应该是没有很难，那是刮死啊！加12，加6，应该不会塔杀吧？哦，活下来，活下来，加6。
不是羊尾狗头了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三项狗头了，时代在变了啊！怎么对面直接死啊？哎呦，打野在下来，开农。干嘛啦？林奈出代志咯。BB BB 一定行哦！我那个极度干的很猛哎，咚！啊，欸、有在送哎，对面在送啊，对。血哦血哦，是吧？我要准备加十二了。我的线，我这士兵是能双向的吗？五分钟只要有三十刀就可以双向。怎么感觉你的速效异于常人？五分钟三十刀就 OK 了。来，双向十六刀可以吗？我三十三刀可以，你十六刀、啊，你有两个头没问题啊，我刚好、啊。看好、啊，刚好双向之力出来，结束了，三步结束了，乱打了，无敌了，这已经无敌了，这谁来跟我都不可能。其实大概25刀就可以了，如果。你都是吃到前排的话，啊，没中，完了，这种方会死，好像也不会。不过我觉得打九级大概也没什么差啦，应该都出得出来。我们蜘蛛很生气耶，蜘蛛生气了、啊，狂拼那个盲僧哎，这蜘蛛上一把、啊、超强的，在对面。他上一场也是辅助啊、哦，没有，他是打野。回漏两台车了。这个家伙还敢跟我对打哈？我一定要给你一棒。啊！再给你一棒，再给你一棒，再给你一棒。啊你！啊你好像讲的那么凶狠，是打小兵。我先站龙虾，嗯，看你很有气势啊！气势要打出来哦，一支兵都不能漏，疯狂加六，不行啊！我怎么了？我买那个电刀好了、啊，我买电刀了，电刀啦，清兵快一点，不然等正面没人清兵了。不打他不死吗？我怕被他吃掉、欸。其实好像也没差、欸，他感觉杀不死我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啊。对啊，他拿我没什么办法啦。等一下，臭狗，臭狗在旁边装石头看呢、啊，假装刷风骨。哎，你连潜能都洗完了。啊，都给嘞！啊，怎么输给蟾蜍？根本就不可能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虽然他现在可以点一下我的塔，但也仅限于此了。等我三项之力弄出来，他就再戏了。他有日眼，随便他啦。哎、欸，我有人，鬼步开启。你说我吗？我这边鬼步开启，我没魔了，有点尴尬。哎、欸，多一个，
我的蜘蛛没踢。对啊，电刀没塔还被砍了。电刀可以爽完这一版啊。还被砍了。欸，全部人都去了。我来咯，但我没有什么魔力耶。欸，拿到了。AD 没闪。我谁能捡啊？谁能捡啊？那谁能捡啊？哎呀，捡到捡到，没事没事。一群蝎子，不去拿，不是我保命哦，总会有人拿到的。哦，我就没魔了，我刚刚只能选择变大或者放 W 或放一哦，我还有敲一棒哎。打得好了，又捡到了，感觉中路的锅哎，看谁捡到啊？啊，杰哥不早点到，你下路好像爽龙一波哎。哎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被暗杀了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刚刚他重点他每一棒都要敲到。没事，我有电刀了。所以哦，有电刀就稳了。现在只要这蟾蜍飞下去，我就要把他的塔敲破。他为什么要飞下来？看他会不会下去帮忙打龙。啊！我去塔下。反正打一打，那个钟就跑过来。十分钟160层，跟鬼一样哦。龙超爽了这一把。他很想杀我，比史达利来还强哎！我哟，我这波学圣赌的。哎，他不帮我，海队，哎这，不是这，打野卖我。OK 啊，我再吃一波。不是我刚看他在旁边，嘿对，结果他直接走。你这个也学圣赌的啦？嗯，我三箱了。不是啊，这现在有什么问题啊？三项应该现在比圣烈强很多吧？没魔，不是他可以 cover 我回家。啊，他们怎么又跑去杀你了？175了，我不知道啊。刘华很好杀、欸，那这个打野不看地图有点浮夸。薯条怪，哎、欸，那中塔掉了。嗯，要让这些鬼撞。圣主不会买红眼，乱讲。圣主会买红眼，不会差的眼光。会不会差不好说，但他会买。好像不可能输他哎、欸。那肯定的，还会吸血的，越战越勇。棒打这个蟾蜍，那个辅助不见了，曙光人，那下，哇，他好强、啊！棒打这个箭塔，电刀这不然比赛好像都用那个、欸，哼，这蟾蜍，哎、欸，他踢下去了。啊！你先拿蟾蜍没大，蟾蜍没大，蟾蜍没大。对，我把塔拆掉了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就跑。蟾蜍没大，蟾蜍没大，别鬼步。哎呦，打不出来，他好像死嘞、欸。哎、欸。冲啊！直接玩得好，杰哥很强啊，还行啊，还行啊。剧本在对，剧本很对哦。告诉你，这蟾蜍回来，他就准备看到塔的尸体哦。
啊，他捡到我头了，应该是被吞进去了吧？没事哦，那之后期没什么用。啊，那蟾蜍后期就那样哦。啊，哎，我都要回家了，都要回家了。睡睡睡睡睡，我告诉你，这塔死定了，我杀的。多威他一下。 我好像有人在踹我，塔皮没了，吃350了，也不算没了。快，我们上下联动，快点，他只能抓其中一个。我现在只要不断的向前，我死了。没事，他塔没了。 只要向前，道路就会延伸。哎呦，他们两个都抓到了。嗯，他有点意思哦。哦，破剑者准备登场，转哦。 03，你还敢这样打？他赚了嘛？是不是赚了？他花3个人力抓我们，也没抓死啊。对啊。好痛哦，好痛哦！这还能骗我退的？退的呢？这有什么好退的？没看懂这里有什么好退的。 不可能退啊，不可能退啊！这里不可能退啊！对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拆完这个塔，我还要走，谁都拦不住我。<笑>先给他一把，哎，对你赶快拆中塔，好，再拆，再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3%。鞋子买出来，还是点到底啊！哎呦，你也点到底啊！ 你好像可以耶，不行不行，哎，还是可以啊！刚刚其实可以耶，那个550块。我的命都不值钱，应该拿去换钱的。我感觉我先继续拆上好了。你继续拆吧，你继续拆吧。那个草人没大，草人没大。 这波好像先过来，兵线有点远，说不定可以尾个1-2颗诶，加12。昂的喂，你往我这里跑，你再坚持，你再坚持，哇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他加12了，加12了，加12了，这边准备再加，感觉这个也是加12诶，啊，被捡走了，这个加12，这个加12，哎对，好啊，这劫全部拿光光，敲掉他的塔，这肯定敲，我告诉你这里绝对不退哦，中个塔也掉，中个塔也掉，没有没有掉。 再敲一棒，漂亮！拿到中塔了，小兵拿的，好朋友。死命的敲，那当然是死命的敲啊！TP 又快好了，但又可以继续敲了。药水可以滚蛋了，我觉得这个红眼也差不多可以滚蛋了。 我们还有预示者啊，对面的，所以哦，预示者还没撞到哎，红眼也卖了，红眼也卖了，所以到最后都没差，我有差一根啊，被拆掉了，好。
两件大装。感觉我觉得红印不重要哎、欸，反正知道了也不知道不能干嘛。嗯，这钱省下来吧。75块，有时候带着差个安心的。对啊，不用买了。这造型好像绿色的。我下路囤一波大的。啊。等下杀我。哎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了，可能是不太妙，那很危险，那很危险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猜，你猜，你猜。我就带中，我就带中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给了吧。带带带带带，就带就带。哎，对，我的十二。留他们回家，留他们回家，我可以再拆门牙。他妈的啊！刚好，拆不了了，拆不了了，赚了啦，赚了，嗯，赚一个了。嗯，贼贼，撤退，皎月守不住我啊。但我要去刷他野怪，我要去加十二。他们残爪也没开大，也没开盾。有了，加了。回家，回家，我们退了哦。OK， 你们准备去巴龙那边吧。哎，我杀一下这个皎月好了，他说不定想贪那个野怪。哦，我见你看着他哎，哎呦呦，屌胆哦！啊，嗯，稻草人敢搞我是不是？然后没人可以阻止得了你哎。嗯，可以，四个人的话可以。假如有四个人，那可以。新版鬼锁没有啊，随便买，不会是只。冰心好了啦，对，好像魔伤比较多哎、欸。魔防有什么降 CD 的、啊？没有啊。石像鬼好了。哎呦，血虐，振奋哦。我闪现怪怪的，用不太到振奋哎、欸，吃巴龙哎、欸，结束嘞、欸。不是，我一直推塔，我们经济超好的。啊，这一套第二件不是纳什之牙，我看第二件好像纳什，然后都可以，看都有。纳什就 W 先升级，纳什进化 W 吧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 W， 丢不到人就很烂。那个应该随便应该都可以晒到一个。上路不是狗头，这把怎么可能会赢？上路就是因为是狗头，对，一直猜。有没有选小丑？选小丑，我就准备去打团了。这如果不要打团，如果中野爆开了，那就危险。昆虫造型，咚，没闪。下路就这个，我们两路并进。嗯，他还要我扁他、欸，哎，我是不知道怎么扁他了。不能吧？我就扁小兵了，他也拿我不能怎么样。啊，好像跟你换位置。给他一棒。哎、欸，那不是。哇，狗头被你打到不完呢、欸。哦，我就是狗头，我现在痛扁了。蟾蜍已经去上路拉兵线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没打不玩了。狗头那可是好好的在玩的，变大！咚咚。
被他共爆哎、欸，咚咚、嗯。这一版的狗头大招真的超快，真的会被共爆。咚，五十元，赚烂喽！你要去上路玩是不是？啊，你赢了就继续啊，你输了再换人。OK OK， 输了换人，合理吧？合理吧？合理合理。这是狗头爸的狗头吗？没错啊，我狗头都从狗头爸那里学的。继续快打了，不是要练萨米拉？萨米拉、哦，阿曼 BB 修一场萨米拉。我还没怎么研究哎、欸，我感觉这一版它还不错吧？好像没什么吧？没什么 counter， 看一个瑞尔。哦，对啊。然后买那个叫什么暮色黑刃的，蛮厉害的。对啊，暮色穿透加暮色嘛。对啊，是那个收集者，很痛。而且小心超人 ，BB 有14趴的上路，这么强啊？还好还是选中路、欸。没有啊、哦，真的耶，没有。等下再换新上路啦。我那个是被雷啊。对啊。哦，选上路很容易被雷哦。对啊。我来看一下神分跟三项的差别在哪里啊？那插我干嘛啦？怎样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啊，带个电啊。哇，这些蛋种哎、欸，那 ID 感觉超屌的。虎牙冰鸟王哎、欸，HR 是虎牙的意思啊。嗯，神分的补血不会被重创影响，我都不知道要不要补血，反正我也不去团了。你随便清兵的感觉？对啊，感觉不用去团吧？应该不团吧？对吧？哎、欸，没事没事。嗯、欸，阿、啊、总是这个被晕到。你们好赢嘞、欸！不要打太久。嗯，你们不要打太久。我、哦、又拉兵线了。逼他一个 TP。不打团，能不打团就不打团了。这戏靠运营赢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打团比较强吧，不用来。对吧？你正面就一直清兵啊，我跟黑叔叔单挑。冰鸟打得很超猛。哦，蛋总 miss 一个 Q， 我 miss， 先吃汉堡的赢，对啦，谁能推到汉堡谁就赢了嘛。吃汉堡的是最重要的啊。狗头遇到提摩怎么打？文经验啊，怎么打？狗头遇到谁都是文经验值哦。啊，狗头爸就有很多教学哦，告诉你遇到各种角色，你要怎么闻到那个经验值。罗巴谁？就是我看史丹利的，有一个那个贴吧。就是有一群狗头人在里面研究要怎么玩狗头人。我也没有爸，爸爸的爸，贴爸的爸。里面可是有很多狗头好手，会教导那些新人狗头该怎么混经验。经验能稳就稳，能混就混。那脚在前面飞起来，后面根本挡不住。脚在前面如果能飞起来，那是真的无敌。对，拉兵线了。干嘛啦？没有魔啦。好好。
哎呦呦！不死之握，啊，其他两个都没什么用啊，就带不死之握，偶尔还可以敲到一下。暖了一下，哎，这个不用买水滴吧？那个没有在买水滴的。 好 ，OK， 我把它宰了。嗯，差点，可惜，也不亏吧，说实在。嗯，对啊，我也没有亏。那个谁往上了？打野是不是？嗯，他在上半部，我压力也挺大的。 是你稳住，下路开花了，下路开花了。还好啊，加个 TP 拿个头而已，赚不赚？踢下路，不踢也会死啊，不踢会死。我现在暴龙一波，就刚刚敲人，我刚刚不死之握加敲人回很多血。 没想到他竟然还是可以弄死我，我还加一手饼干呢。好难叠附魔之带啊，没有闪现不敢移。六六，好像带饼干的比较多吧，附魔之带好像比较少。 哪有？那中路一点还蛮好玩的，好玩啊，那个好玩。文经验，哎，我们就文经验，根本不用着急。这黑叔叔总有一天是要离开上路的，根本就不用怂他。 痛痛痛！哦，有兵走过来，我们就吃。兵没走过来，我们就按一。哎，他怎么不把？然后我们回家，双向之力。哎，胜败这个怎么出？电刀了他嘞？电刀之后那个啊 ，AP 的一个大装。 你要玩 poke 的话就玩卢登吧。啊，卢登，卢登。这个家伙其实根本就没有压到我，我一直在稳经验。他以为你掉 CS 会痛啊，根本不会，根本就不想理他。 CS 不吃我们也会漏啊，不吃我也完全没差的啦。不吃我是不会漏了，开吃。我倒是一直漏。嗯。哎，我死了。蛋总把你杀了。没有没有，打野来了。炮车，看能不能给我稳一手。再来一个叠剑。 闻到了，闻到了，只是没钱。哎呀，当做没吃。哦，他很烦呢。好辣，好辣，辣好辣。那个人在五等，要站我旁边，什么意思？到底要打几个？那维尔哥怎么还在啊？我下路已经赢很多嘞。 是，他有什么毛病啊？他有什么毛病？这个冰鸟有没有魔啊？哦，还是他这一场就是不要理我。哇，还帮他挡。我就慢慢闻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
打一个敌机哦，真的吗？这样跳到，他干啥？他以为能弄死我？我坏有 TP 了。那个也在啊，往上走。应该在吃预示者，吃完后又溜了。那个塔子，给他都没有溜了。10秒 TP。 哇，看一下状况 ，OK， 溜了，回来再处理他。哎、欸，这把还是三项哎、欸，三项吧，那这阵地很烂的。三项拆塔最实在啊。对啊，就打不到人，干嘛打的？神分那种打团的没意义。对啊。 耶，欺负！他好像没有想拆你上路哎，应该叫下吧。嗯，好像跑下去了。黑叔叔 TP 也要好了，应该 T 回来吧。没，他还没回家哎。哦，要叫上路喽！<笑>我要把他打残。 我大你身上，可以。刚刚身上。嗯，可惜，他蛮惨的。我的，杀大王会死，有机会。那个，我也跟人家会死。这样他们下路要被越了。这我有哥不理下路是什么玩法？再见了，徐老师。啊，你上去了。 他去了也是2打3啊，Q加3兵哦，不是哦，我刚刚相信 BB 了，差一点了，差点就把他锤死。ATM 狗头，我这一场掉的钱掉的比下路还少，这滑板鞋已经喷了2次人头了，有道理。 哇，他这2次300哦，我1次是273哦。我回家。而且他的还有助攻哦，我的没助攻哦。我很想买水衣，千万不要。别，很贵，而且你会组不起来。嗯，你没什么好买的。 我看是会出叠界啦，你可以叠界塞子啊。会。等下买。冰犬了，完全不怕，他迟早要去下路了。哎、欸，他叫东路。只能装一层啊，四层在酒店。 狂吃猛吃，这个家伙对我这个狗狗有点兴趣。哦，叠界应该是让它可以确保可以电死后排吧？感觉像这样。反正你只要变成 AP， 你就可以电死后排了。他想杀你，他杀不死我，我还有大。 冰鸟不想跟我玩，哎、欸，蛋中，我在折磨他，牛逼啊！哎、欸，给到你了，我这边疯狂折磨、啊，来哈来哈，他没大了，<笑>他一个没大的卡桑迪，你看他为了杀你，那个 TP 下面他们巨亏，他不 TP， 连中塔都要掉层数，哎、欸，好慢，哎、欸，好慢，没吧？你这应该比一般的一者还快吧？
快一点点，拿不到那一层呢。真的要买叠戒？嗯，有叠戒你就闪电，哎，你买书本也可以啊，其实书本就可以了。好吧，那我每个都残血，这头很痛。冰鸟还对你有意思，什么时候可以塔塔开？等我三项就可以塔塔开了啦。一直 A， 一直 A。现在这凯莎遇到我就是直接死了一个。我上一场也是这样哎，那个狗头随便虐我。啊，这凯莎还是全穿透的。哦，那一套啊，暮色黑的那套。嗯，我也想玩那一套哎，那个是不是超痛啊？很痛啊。哇，好多人去追他啊。这么多人跑上去啊。那我可就不好意思啦，大快朵颖。不管了，啊，我没开台不会打咯。哇，他感觉有点扛着你。他有一点扛着我。挺麻烦的。OK， 只敲到一半。啊，醒来也是有贡献的。但再贡一半就差不多了。你们去 B 龙，我 TP 上路。被聘了？不是哦，那个聘是在看秒数而已哦。对啊，秒杀。再吃到了，这把就不可能会输。只要我们专心清兵，这把输不了。你记得活着清兵，活着清兵。清完了，清完了。可以可以，清兵很稳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漂亮漂亮，就清兵。他玩得好，他玩得好。他们几个猜的可能还没有我快。一塔换一塔换一塔，还拿到一条龙。哇，他那个海队来找我了。哎，三百块而已。哎，不管啦，我也没有三百啦，我一百多块啊。你家往上还往下？我可以打一波团，然后再往下。啊，那我就往上抓。你先把上路刷了吧。啊，这里我正面来一波，杀一下凯莎，然后再往下。哎呀，死好看！哇，龙要死，龙要死，是。没有，这一波我强势起哦，刚好可以打团了。可能你也得过来了，要来帮忙清兵了。好了，我来电了，来电吧。010，他可能有没有发现？可能是三卡五绝，他好像也把我剩在里面了。可以可以，就电就电就电，这几个拿我没办法的。这几个拿我基本上没办法的，冰清完了。哎，凯莎，飞上来！我再定一下，全死嘞！哦，不用交闪嘞。没人打你。对啊。哦。好像不在游戏里面。飞上去杀他！我觉得你好像就带中路清兵嘞。偶尔带一下兵。是吗？我死了，不是我把对面刀吃光了，死守。我觉得你这个很重要，来说实在，你刚不来，我们这波直接灌高地。高地可是一下都没有被碰到，你的要补上吗？那就给你吃。也行啊，我再走上去好了。
看你啊，有点远嘞。人去人去。凯莎以为杀了我，我们正面实力会有下降，并没有，下降一点点。等他蓝，等他蓝。直接飞进来送头，人好多 ，Q 骑很痒啊。嗯，你那个其实就只有新兵很厉害啊，你那个打人真的很痒，你打人要炉灯啊。啊，快有了，快有了。打人就炉灯跟 W 一的那个伤害啊。有冰鸟有点难上去。没事，你就远远的 Q 一下冰就没了。回家，回家。我能绑架到一个人，我可以绑架到一坨人啊！一定一堆人跑来找我，我带你去上路了。啊，你先去，我要出。龙给他们也没关系，哎，有没有抓？我先来去上路。他们好像巴龙压力很大哦。嗯，我先待在下路好了，有巴龙压力。不过你大也很快，对啊，我清一下兵好了。哎呦，队友怎么又走过去了、啊？他很敢呢、欸，那没有人。哎，忘记有没有闪耀剑了？好像得帮你们踩哎、欸，等一下。他们还没开啊，还没开。哎、欸，你今天吃饱吗？那想要不要过去 check 哎、欸？你能 check 吗？哎、欸，他们不吃哎、欸。嗯。他要吃啊，抢不过我的。哦。哎、欸，干嘛？放眼吧，放眼吧，跟他拼了。没眼啊。哎呀，可惜。下去，你要我要下去吗？啊，刚刚要叫你跳下去啊、哦，这么狠的、哦，真的、哦。他刚刚叫你要你玩命啊！啊、哦，感觉是我跟不上他们。哎，有基因，他们好像都有共识。嗯。哎，三个人把他带过来是怎样？稳住，稳住，正面稳住！哇、哦，他好猛哦！这就是葵香体，再见！葵香体真的好猛。葵汤体完全不是我对手，我都敲爆一座塔了。但这个中路有点危险，哎，冰鸟被勾到了，不危险啦、啊。冰鸟送头，冰鸟送头，对面完蛋了。变鸟蛋嘞、欸，哎、欸，人头给你嘞、欸。啊，哎，啊，给、欸。感觉你 W 一他就死了，他爬回来哦，他了个鸟蛋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嗯，不知道他们接下来推哪路，我先等一下，好，要推下哦，你就去清兵吧。啊，我去了，我来锤他们塔，这就交给你了。狗头全村希望，对，现在就是队友找机会，然后我把对面拆光，而且我们还有机会龙魂，真的，我们三条龙。狗头要怎么输黑输？狗头没有输啊。
哎、欸，中路打起来了。嗯，他把冰鸟斩了。我帮他挡了，记得留着清兵。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吗？没霸王了，举举霸来了，怎么办？你被拼的嘞！我这边绝对全力捍卫你。啊、我帮你拆掉这个兵营，我们没输很多。没赚啊。至少拿一个兵营。哇，刚刚你要是留着清兵，好像我把他们家拆光了，可惜。哇，但是玩不好，不能再帮他挡。啊，你帮他挡招啊？对啊，然后他很有用。非常可惜。你要去上路，还是我来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在一场啊？你在一场？阿宝，我在一场。AP 一折，其实伤害感觉都很强哎、欸，伤害很低了。就这个是哪一种兵的？玩起来没有好玩。啊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他们从头到尾都在中路跟那个冰鸟互农而已、啊。就是农一农，然后叠树叠起来。有那个巫妖之祸之后，有一点痛了。还要再一剑？嗯，三剑的时候蛮痛的。两件就一直洗兵，嗯，哎、欸，游戏感还拉长。上路还黑叔叔，这黑叔叔怎么爆拆塔？你有看到我刚刚拆塔那个爽度吗？哎、欸，我换位置，我换副辅助啊，可以，啊，可以可以。真娜要拿出来了，我就想要瑞尔。哦，瑞尔强，玩看。娜娜岂不是一直玩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看他几分。啊，我大东当那个大招放置器啊，基本上按一个大招会战结束了，就 A 不到几下。洪水晶准备就绪，现在的会战 AD 超难输出的。对吗？非爱猴子冰女安妮阿里，快点跪。感觉那个是看辅助人死掉都是辅助的问题，没错，辅助在搞就容易死掉。空大就没输出，空大你还有狙击枪可以一直按啊。软辅，追到嘞，怎么样 ？Round two 吗？要 Round two 吗？我感觉一定会。哎呦，差远了！他拉那个嘞，拉那个灵体了。狗头不打团，狗头打团不打团都可以的，打团也可以去混个加十二加十二啊，十一等那一波尤其厉害啊，最好就那一波打团了，其他时候尽量不要打。狗头十一等是真的蛮强的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好果断。嗯，好、哦，浪漫情人没闪喽，上下都没闪，他要抓谁？他怎么敢走这里？插眼吧。那这是一只需要智慧的英雄啊。要做什么都是看当时的状况决定。会战能赢，那我们就去会战。啊、单带能赢，那我们就去单带。哇、哦，好爽，蹭到三只。哇，是狗头芭蕉的吗？嗯。哎、欸。啊 ，TP 走了。啊？哈，他 TP 走了。啊，没有人可以断他。啊，那也很亏吧？我觉得这个比死还难受哎、欸。嗯，我觉得他是一点都没赚。对啊，千珏应该下路。哎，净赚。我觉得差点好吧。萃取又不能合成，狗头出萃取干嘛？
对啊。狗头重点就是那两项之力，赶快出来！压力好大、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尽早往上冲哦！他在往上冲很亏。他在跟踪路吧？勒布朗能被这单杀的 ，OK， 成功解决兵线。没事啊，我有 TP， 他没 TP。塔塔准备掉层。好多。扛着队友吃兵，这就是狗头的厉害啊！没有魔类，要打吗？有没有近爪的位置？来了，在那。他半条没了，我也吸血啊，我也没差。溜了溜了，汤有想越塔的心哎、欸，应该会有，因为打野刚下路露头了。哎、欸，没有魔。阿力，我得要来造了，再会啦。对了，现在是最高，无敌的。欸、他吃那个、啊，他有点痛，没事。奈德利把他们家吃光了，剑魔感觉。拉多，那好像该归波塔，漂亮，哼，勒布朗死成狗了。他怎么一直问我问题啊？还有什么 problem 呢、啊？他来多问我，对面勒布朗，对面勒布朗那死的可惨了，我要死两次不用玩嘞，那角色死、那死一次等于死两次，逆风就不用玩的。现在已经零四零了，这剑魔已经完全的不是我的对手了。他还有点康克你，莫慌，好、哦，我是没压力啦，对面要死了、啊。大东完全不怕剑魔的，完全不用怕，两项之力已出。接下来就是我的游戏了。还有他没被拔毛，他送头了。硬打来上啊！不怕。单杀。哦。怎么敢越你啊？啊！怎么敢越狗头啊？对吗？起飞，基本上是完全的起飞。嗯？对面还在野区送头，狗头来了。还想跳回来是不是？索卡在上吗？对，没错。
没想到最后送的是你啊，妖姬。哎呦，像怪怪的。我枪变红绿了，妖姬死了。加12赚。哎，回头啊，他扭那个镖啊。要么给我叠12，要么给奈德利拿人头嘛。他选择了让我加12。那只小赏金了。对啊，我已经打到有赏金了。啊，他很烦的，人家怎么问题？我压力好大。那你聘他，你聘他。我回他啦。他感觉他好像太有礼貌了，有点不太习惯。哎呦，他鬼尊先驱，可他没六哎。根本没有人。不出房装啦，要出啊要出啊。三项之后就出房装啊。我觉得他是可以，的确是可以跑线的、啊，反正下路一打一是会赢的。哎、欸，他那只其实有点难跑线。反正我看起来是可以一打二。好，龙也拿到了。咚！看那个 A， 我看那个 AD 在打字。那个 AD， 你说那个大东啊？不是不是，那个萨亚。哦。他一直站不动啊。他们好像想来越我。怎么敢越你？都有赏金了。嗯，那么应该去中路打架了。我看一下状况。OK， 三项之力。好，勒布朗同闪，被反杀。开敲了啦！这家伙已经拿我没办法了。他现在就是我狗头的手下败将，一棒他就是得掉半条。没错，这个时间，偷偷的断绝。第一件脏粗鞋子，他 TP 的很赶哦，他差不多要滑上来跟我拼命了。台服确实恐怖，你要再玩台服、啊？没有，可以玩那个战旗啊，哎。感觉战旗、啊哦，我每天都玩了，超好玩。经过上次的训练之后，我好像其实已经会玩了。有什么把那个什么狼人换沃维克吗？啊，对啊，狼人换沃维克啊，这个波比上去啊，然后我根本没有波比啊。你的教练好像很紧张哎。他好像叫我什么把波比换上去，但是我就把炮娘，我就把炮娘放上去了。哎、欸，完了，鳄鱼送头了！哇，感觉不能送他头啊！鳄鱼在搞，还中彩跳了。不是他，我感觉他太有气势了。我刚敲塔，我刚敲塔正常吧？是那个鳄鱼不走，我敲两层哎、欸。
完了啦！啊，没中，我们 Kelly 啊！哎、欸，我们出来接，我们出来接。你有踢吗？啊，反正下包给他赚嘞，好亏哦。没踢，但他应该会死，他没招。哎呦，这 combo， 哎呦！哎呦，鳄鱼单杀嘞，这个咬住了，哦，咬烂了。没死，脚拳招没死啊。哇哦，那个勒布朗电刀真的是不讲道理，真的清很快啊、哦！我都想玩了，感觉玩那个好像跟勒布朗的操作就没什么关系，随便一个都可以。对啊。哦，等等，换你上了吧，我上路啊，换你玩那个勒布朗啊。这可以考虑一下。再敲一棒 ，OK， 他等级有点高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勒布朗死啊？是我杀的吗？刚刚被我蹦蹦，不是啊、哦，这边就那个鳄鱼送他一个那个大人头加红 buff， 直接打不了，超危险的。他勒布朗怎么不见啊？被我杀了吗？我再踢回来。还好我是一只狗头人呢、啊。没压力，没压力。勒布朗其实这么不肥，也不能拿你怎么样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就是他破格就 A 他，他没有什么巨弹力。那他们抓你呢？你们拿龙吧，第二条了，他们还在混。你是诱饵啊，根本动不了我这个家伙。我差两等了，我一定要这个鳄鱼偿命啊！哎，跑上来喽、嗯！要帮吗？要帮吗？不用不用。啊！我一打四。你们推中，你们推中！哎，鳄鱼想打哎、欸！真假？感觉好像很爽。那假这样子有点爽哎、欸！感觉你们好像真的能打哎、欸！菜啊，再爽，但鳄鱼这里很强哎、欸，十一等的鳄鱼、欸。我靠，他好痛哦！没事，他大赏金。赚烂了，赚烂了！我呢，我要去下路爽了，我要去扁这个了，这个死了。这个菜啊，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他就死了。好，我刚才看着，我看着。哎，你看啊，死了。你玩的好。他已经死了，没有拿到塔了，他也不用走了。除非有果子、啊。还有球，还有球馆。没有，没有球果，他完了。啊、我怎么看不到人？他跑得有点快。鸟人吗？会飞？嗯，我回去再弄一波。我不行，要回家。开枪！我辅助感觉很没自信哎。啊？干嘛？哎、欸，他还是 AP 的、欸、，AP 瑞的、欸。他不是。他什么一堆奇怪的装啊，然后都没投上去，那样玩吗？狗头现在健身就需要听这种音乐啊！哎、欸，救人哦，救人哦！你们快退中，你们快退中，我救人。有点远呢。哎呦，我们这个沙漠兄弟。哦，你们感觉有期盼哦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两个超强了！哎、欸，我们上路，哎、欸，怎么样？
他们有那个，没错。这边干啥？这样子他们不就全路 open 的吗？他以为他猜得有我们快啊！他猜的确实还蛮快的。一座换一座，好，我要去上路了。家里失火，不是他们家也失火了。我们中路兵营换上路兵营，完全没亏。我要爬。还拿到一座下颚塔，中路还拿两座。怎么可能亏？啊，绝对不亏哦！我们拿四座，他只拿两座。哇，你这还多能农就十二哎！啊，每一波多一只兵，每一波多吃一只。对啊，他出这个破船嘞！他打算单带到底嘞！要不要防守他一下？我等你去防守他一下。我也有破船啊，我就去顶他。好，我们队友都是帮你抓他的。嗯，那他死了。那现在就是一个西朗嘛，都在求什么？中路没有兵啊！哎，对，这样把我换掉了。你这样上路的那个 BD 啊？不会不会，我复活，我复活可以吃。来得及吗？我建议你们 B 八龙，可以啊，那个我可以全吃了。啊。哦，他还想要龙魂呢、哦。漫天飞雨没闪了，哎，王可以准备踢过来 GG 哎，如果我先清一下家里的，以免他也踢。你先清一下家里。有踢吗？你有踢吗？这哨兵躲一下。我踢，我踢，我踢。别踢，别踢，别踢。哎，没踢到。我还在敲家里的。没事，你们可以。我来了。沙漠死神来了！哈，得意哈！啊，勒布朗啊，最讨厌勒布朗了。永恒双子，漂亮，加五十，又赢喽！哇，感觉这游戏太好赢了。那随便赢的，跟你很难说、啊。哎呦！龙铁少女玩的不错，我输出还偏高哎、欸，对，比鳄鱼还高，算我妈妈怎么怎么碰到勒布朗？他虽然看起来压制了勒布朗，我很重，我能拆塔，然后又可以打团，我这样还很重，鳄鱼很重啊。鳄鱼拿金鸡一直送啊！为什么 Ridiculous 要变那样？他变怎样？实在一言难尽。酒店怎么关的、啊？不好打吧？我记得会被勾到了。嗯。就是他放那个分身，我印象中来不及挡他的勾，来不及吧？对啊，来不及啊，是被勾走的。
小鹿斑比年轻人不懂了，说哪小美人鱼都有人懂了，我都没看过小美人鱼，我现在都懂了。我小时候还没看过，我也没看过。真的好像没德莱文了，被称赞了。我不能太大声，那大等下大妈冲进来。哦，啊！大妈真的冲进来了，你可以揉她的触手吗？理论上可以。那这样很赚的呀！我怎么不敲他？是我敲他，还要被他多敲两下。我没有吧？等下就关了。狗头是一个需要智慧的角色，我们能稳就稳。碎触手，触手怎么只值三块？水晶，这能干啥呢？这他怎么只值三成啊？不要四成，又不要四成。哎，正常不是有六成吗？那么多吗？打一般小兵是六成啊。是哦。反正好像真的很难打。我们刚刚这个搭配，吃满 QQ。哎呀，你才有那么多是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感觉要信观众哎，观众 AIM 超强的。观众 AIM 都基本上都在放屁比较多。不太需要你。哎呦，夏洛好像没什么办法啊。这个摄影机。他上路拿我也没什么办法了。哎，没中。细节让他扛他。不会啊，狗头就是被单杀也没差、啊，然后狗头怕死了，对不对？嗯、没有在怕死的。你看他就一滴了。我吸血了。他们看到狗头就会想压他，然后就会失误。被大野干一次，他们就完蛋了。铁头，黄盖回来，被拉到会死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他那个没有把他斩杀。主要我觉得，只是他会闹我回家。嗯，那个会触手闹人很烦。敲触手到底有没有回血？我不急着回。上塔。我们尼克两颗头嘞。那很稳的。他玩的蛮好的。也不是吧，那只就真的死了就算了。完全不怕。狗头霸的人不会觉得我失误了。狗头霸就是一个修炼身心的地方。哇，蹲了！
看好了，单杀他没闪。欸，他这样子赚嘞，欸。对啊，他这样玩，他一点都不赚。嗯。看我陈述。欸哥。BB 怎么都要看上路 ？BB 没有啊，闭着眼睛都能打下路了。下路对线就那样。每路都有看。哎，还有左右。下路对线我也都闭着眼睛在对的。这条路就很无聊。哇，刚刚不然没躲到。Oh no！ 被他抓到了。耶！没事，龙城树。龙城树。嘿嘿，没抓到我，赚。哎，我牛，我牛。哇，小小的意外，这里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啊。别慌别慌，大优势大优势的时候大家千万别紧张。没想到他刚刚可以如此的勇猛，但他这波已经死了。哦，他有大，没差，他死了。哎呦，嗯，哎呦，有点意思。Big Man， 这是 Counter Big Man Counter， 好像Counter Counter， 感觉真的难打呀，不利对决。我认识有个上路也是这样讲，那，啊，这一看就不利了。嗯，但我觉得也不用太过慌张。我帮你舒缓一下队友的情绪。嗯，你们稳住，稳住。你看我陈述嘛，你叫他们看我陈述。我看错钱了，现在很慌。其实我叠的层数还真不少。哦，现在用 CS 变高，虽然说没怎么吃到 CS， 但层数叠很多，那 CS 都需要。要学起来。大妈一 v 五，大妈就不会一 v 五，这角色。就来分推的，哦。哦，那个小鹿在下。艾克去追杀他了。哼，血虐。很赚的。赚烂了，什么怪物？哦，哎，欸，没有打到塔。我这是狗狗怪物，三项之力出来谁会赢？他应该还会再赢一阵子吧。哇，但我可以比地，那个塔不会帮挡吗？溜了溜了溜了。三件套，我应该会赢他。好球！
哇，我没办法，刚刚只能躲在那里。哎呦，他的抓有点硬，很痛哎。他很痛，但也不过如此。完之后，哦没有，我是说那个艾克。哼，解决。无敌。他能有多无敌？艾克要处理他了。哎，断奶，解决。那种杀死啊？哎，那到底多少谁去啊？解决。哎、欸，队友骂人，可以举报他、欸。谁？有人在搞是不是？嗯，艾克，别慌啊！我这边 serve shark VPN 先开一下，换个节点哦，代理抽风了。你用 serve shark 连这个、哦？嗯，不然会有点卡卡的。狗狗人。他写说，请检查你的网路连接，又怎么啦？中华电信，哎、欸，队友，队友把你解决了，我没有按，队友把他解决了，怎么可能？他上去就把我解决了，好啊，我都没有按，好啊，他们现在要这样搞。我没插，这等等我一个一个检举。我那个蓝绿刀蛮痛的。中华电信出事了。中华电信又怎么啦？又怎么啦？中华电信。辛苦，嗯，推荐用最好。以这样生涯设置不公开，逃兵。中华电信不知道又怎么了呢？狗狗是逃兵，你是逃兵啊？你我没有按啊。好啊，害我狗头胜率降了。你狗头胜率多少？原本偏高。那就要换我上路了。哎呦，换我来秀一下电刀了。对啊，感觉看你玩。我这个精美的胜率。他一直写缺少一个档案是怎样啊？要修复吧。好吧，修复。哦，我们要跟 VIP 团练。版本修复。百一。OK。对 ，OK。Vivi 上路14%，那一定是有人雷他、哦。对啊。所以要打上路，上路啊，上路基本上都是被雷的。你上路玩啥？杰西啊，163、254、799，还好啊。对啊，那就一看就知道队友在雷了。我看那个战机跟对面也是差不多，那15-37，那要怎么打呢？打上下安飞，基本要跟老三对决了。什么对决？这边要团练，你跟 Zeef 他们团练了。对，你们可以感觉约他们、欸，他们蛮强的。哦。约啊！你那好了没啊？我把它修复了，登录中。啊，我看。
用 Vegan 登录会删除游戏，导致进不了游戏。入境吗？入境是不是有时候会怪怪的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现在就是一直转圈呢、啊。我现在他就是一直转圈呢、啊。转啊转啊，这个跟图奇五十五十，那肯定哦。Super Chat， 我去超级龙，奥迪打电视。嗯，就那个啊，图奇现在有 SC 啊。那不到七月吗？七月才有。已经有啦，我这边已经有啦。哦，我的什么概念？还是你摆的是？我也不知道，要凑50%哎、欸，凑50%什么意思？就抖一块，他要抽0.5块啊，有73分哦，73分不错啦，就看他会不会再抽税嘛，也会吧。在右下角。聊天室有个闪电符号，哇塞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闪电？闪电啊！35，这35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有人抖40块，碎哦！港币40是多少？160。哦，真的哎，上 YT， 70%是我的。啊，在哪里按啊？我在这里坐着，还把钱给挣了。对，卡卡。NC 不是他出来，他出来他怎么没有？欸、你没有那个 Google 小姐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好像玩不了哎、欸，我在转圈圈呢、欸。我看到你在转。对啊，不救啊！看来今天都差不多告捷啊。啊，系统来搞。对啊，可惜，不然可以一直无限上分的。对啊，我在找你的闪电，找不到，在哪？嘿，丢丢丢丢丢。那新版的那个，什么？在聊天哦，彼此哦，真的在表情旁边啊！哇，R6，麻烦叫丁义上来打R6啊，不要打R6啊。